据《名侦探赵婉儿》报道，近日许久未露面的李亚鹏被目击与一群妹子同游三亚，不仅当街与一位北衣女子玩手亲密互动，更是办起了游艇盛宴。李亚鹏还亲自开船，请了四个妹子一起玩，中途单独与北衣女子喝酒聊天。有这么多的美女相伴，李亚鹏的生活还真是够丰富多彩呀。在照片中可以看到李亚鹏和众美女一起玩乐，不过也没有过分亲密举动，看来李亚鹏还是很中规中矩的呢。网友看见此爆料，纷纷留言称：“你要是单身男且健康，身边有个女的很正常，长期没有才不正常。”果然，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呀。